爹，我一定会把那个女人打得落花流水。我要让她在泾阳不能立足。我做了几十年的布生意，从来没有遇到这种情形啊。吴海的齐家呢？连面都不露。兰州的那几个客商呢？海东的老唐呢？海东老唐只拿了十匹。十匹？但往年他都是几百几百的拿。哎呀，就这十匹也是我求了又求，老唐情面上过意不去才拿的。今年我们囤了多少？十万匹。这一个月都过去了，只卖了三匹布。就算这沈心怡不惜一切代价的遏制我们，那也不至于一个月只卖三匹啊。禀少奶奶，那些客商也没买沈家的府布和影布。那是为什么呀？一个月前泾阳开了家洋布庄，我们的客商啊几乎全部投了洋布庄，都在防着吴家，谁知道最后冒出来个胡家。是啊，都是胡家的洋布庄惹的，都没卖出去，那我投了钱怎么办呢？老四，我们两院投的也不少。二哥，我跟你不一样。你干嘛？啥时候放的吧？布还是我织的，我该做的都做了啊。至于布卖不出去，那是你们的事儿。老四，坐下。我这不正在想办法吗？哟，买布啊，看上哪匹了？我送你。我自己买得起，干嘛要你送？我差点忘了啊，你去年从我那挣了一万多两银子。你搞错了吧？是我帮你赚了两万多两银子。喂，选这匹啊，够硬，符合你的脾气啊。嘿，巧了。我也帮你选了匹，这个够厚，正配你的脸皮。哎呦，吴小姐，我是雇员的，今天无论如何您得给我五百匹。吴小姐，我要五百匹，我要一千匹。我是雇员的，我要一千匹。吴小姐，我要一千匹。哎，各位，各位，听我说啊，你们要的货我们都满足啊，只是人太多了，我们的人手不够啊。麻烦大家再等等啊，再等等。好，谢谢掌柜的，带我上。派头真的，生意真好。我们沈家生意最好的时候也没到这种地步。羡慕呀。我也看出来了，你根本不是来买布的，你是来找兰。掌柜的，我要五百匹啊。哎，好嘞，记上了。你也正在发愁今年的土布怎么卖吧？四万多两银子的货啊。你呢？比你少点。看现在这个情形，今年是亏定了。你们沈家亏几万两，那是九牛一毛。我要是亏了，那就全完了。亏完了正好啊。我们现在沈家正缺一个端茶倒水的丫鬟。
沈少爷，这儿人多，不小心踩了你一下啊！尿！少爷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事。这种呢叫滑达泥，薄而结实，还不进水。看到没？你猜多少钱一瓶？6两。6两？啊。还有这种洋布啊，你看看这颜色。一般的土布无论如何也染不出来。当今世上唯一可以媲美的也只有丝绸了。但是。丝绸经得起这么折腾吗？外面市面上的丝绸最少也得20两银子一匹，但是这种洋布只要4两。那不是比土布还便宜？是啊，以前的洋布呢，既不结实，价格又居高不下，根本就不会有人买。所以古越洋布庄刚出来的时候，谁也没有注意到。谁知道这种洋布跟以前的完全不同啊，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。得想办法遏制一下古越洋布庄。遏制不了的，爹，我现在有种预感，等到这种洋布一旦面世以后，将来不会再有人买我们的土布了。我们必须要当机立断。我建议以2000一匹，把我们囤积的10万匹土布全部沽清，然后我们也转做洋布。那我们可就要净亏20000多两银子。你现在不这么做，等再过些日子，古越洋布庄占领了所有市场之后，到时候我们一匹土布都卖不出去，到时候我们就净亏4万多两了。2万多两，不行，亏太多了。爹，事不宜迟啊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就一点点机会了。你让我想想另外的办法。要不我们就降价吧，去年的土布每匹怎么也要6两，我们降一半，我就不相信他们不要。我算过了，就算是每匹卖3两，我们也有的赚。降价也没用，我去那古越洋布庄看，那洋布又细又软，色泽漂亮，门幅也宽，最便宜的一匹也就3两银子。换了是我，我也只买洋布，不买土布。可是这些土布要是卖不出去，今年咱们东西中三院可就一点收入都没有了。不仅没有收入，之前投进去的也全部亏了。那我们的无事布业刚开业就要关门了？3天之内必须把银子给我们中院，你们西院倒是想个办法呀。这布都卖不出去，我去哪儿给你找银子呀？我们中院不能白干活啊。哎呀，我们西院还不是血本无归吗？哎，说来说去，这事只能怪周莹，囤了这么多布，这一时能卖出去？说什么呢？我们家少奶奶还不是为了你们两院好？什么好不好？我们老爷原来说的对，你们少奶奶呀，就是一灾星。你是谁？你是谁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别打！别打！别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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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松开！别打了！给我好好教训教训他！打他！你多欺少是不是？打就打！谁怕谁？狗嘴！是不是奶奶？让我看你！让我看你！让我看你！松开！金东，闪开！闪开！周文亮，快松手！周文亮，住手！闪开！闪开！住手！住手！什么情况？谁打的？谁丢的？住手！还打？不像话！一个大当家的，怎么可以跟下人打架呢？成何体统？成何体统？这段时间布卖不出去，大家心里都握着一团火，打架也好，觉得散心了。还散心？卖不出去，那你想办法呀！打架能打出去吗？不像话！老爷，我们去看一下。周莹，你不仅不劝架，反而参与打架，
你这个大当家的是怎么当的？走。跟了我这么久，一点眼力都没有。这要打架也不能在中院的地盘上打。今天要不是二叔四叔来了，这亏我们就吃定了。谁让他们骂你的？骂你就该打。对，该打。我们自己做棉花生意，那是稳稳当当赚钱，还不是为了拉他们一把，才弄了一个无事不业。可他们倒好，一帮子势力东西，刚有点问题，哎，这翻脸比翻书还快。哎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怎么打成这样？大家为什么不叫我？你早干嘛去了？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这事都已经过去了，还想想办法，怎么能把土布卖出去？打成这样了，还帮他们卖土布啊？谁让我是吴家的大当家呢？